Hello，臭宝，我是波波，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盲机的一些款式。盲机可抽到的款式的话，一共是九个款式，其中的话有一个款式的是52的一个真爱福箱，抽一次的价格的话为9.95。这里给你们分别展示一下其他的八款都是哪一些款式。的话是草莓奶昔，是一个水潭，然后毫升数的话是240毫升。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寿司团团，是一个丸盒形式的一个填充物的史莱姆。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现在我玩的是原子糕，动物原子糕啊，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年糕质地的史莱姆，所以说在戳还有拉伸的一个过程中的话，它是一个磨砂质地的手感，由年糕泥还有木工胶制作而成的，木工胶含量的话是比较少的。接下来的话，这一款的话叫今日份下午茶，这一款的话颜值真的是超级的高，而且是200毫升，这一款的话是250毫升，也是一款三种填充物晕染的一个透太子冰淇淋童话。最后这个透太子的话，它是一个星之卡比系列，名字的话卡比星球，这一款的话它也是一个200毫升的，两个卡比的话它是随机发的，所以说你们抽到的话可能是这个坐在星星上的卡比，或者是踩在云彩上的卡比。这一款的话它是130毫升，是一个雪糕泥，因为里面的话是放了大量的水便雪少女日志。最后的话就是这个熊熊口袋，然后你们收到的款式的话是一共四个款式，毫升数是一升装。